今天是女友来东京的第二天，然后我们现在在我家附近的巷子，看得出来有一点，你知道？住宅区。对对，偏僻啦。然后呢，因为我们两个就大家都知道，我们是耍废青年嘛，所以这次的 vlog 也会很随性，然后就拍一些我们这几天在干嘛，所以可能不会有太厉害的行程喽。女友的 OOTD outfit of the day。今天的 OOTD 很好看哦，算是一个年轻上班族的感觉。来东京玩就穿这样了，但其实有点热。大家猜猜看，现在已经几点？现在已经1:30了，因为我们昨天搞到超晚才睡，每次来东京都会搞到超晚才睡觉，因为要吃宵夜啊，很忙哎、欸。没错。而且睡醒我都会脸都会超肿。你现在有很肿吗？还好还好，有我 cover 你。对啊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寻找早午餐来吃。我们查了一轮之后，决定要去官位找一个什么餐厅呢 ？Day and Night。感觉是 IG 人气打卡的哦。好啊。尴尬。现在来到了这个地方是广尾，然后是我个人蛮喜欢东京几个区域的其中一块，然后这里给人的感觉也是跟惠比寿有点像吧，有很多都会的女子在住在这边，蛮欧夏雷的。你好，请问一下昨天晚上的天气是怎样？昨天晚上就是很冷，我说大概22度，男友说大概是20度。对，那请问你今天起床后发现？超热，现在大概30度吧，我穿短袖短裤，真的超热，爆汗，你在走路会爆汗的那种。东京温差真的很大，所以大家来玩的时候记得真的要带足够的那个外套。耶、yeah, ，要来吃我们今天的第一餐喽！白天跟晚上，这家店主要是以一些轻食啊，像三明治、沙拉还有汤为主。然后我们等一下呢，今天点的是本月份的 sandwich， 是 brown mushroom cheese sandwich。然后另外呢，我们还点了一个这个甜点是法式吐司 with fruits and maple butter。 我觉得跟女友出来啊，都可以就是去到比较女生观点的店家，像因为 Bob 都是用 Tabelog 在找就是高评分的餐厅啊，或者是像这种甜点的店，然后我想问一下女友是怎么搜寻到这家店的？就平常 follow 几个日本比较红的 KOL 哦，对、okay. 然后就会看他们到底去哪里吃啊什么的、这样。所以女生的观点就是，第一个就是店拍起来要好看嘛，然后食物拍起来要美观这样。就是食物要拍起来、看起来很好吃。对对，这样有些那种网红他们拍那个和牛啊什么的，看起来好好吃。对啊，所以重点女生的重点在于拍起来要好看。接下来试吃我们刚刚点的那个有蘑菇的，然后还有 cheese 的三明治。先给大家看一下哦，这个断面秀哇，它整个料饱满到爆出来，里面有闻起来很香的蘑菇，还有 cheese， 然后还有洋葱，来试试看吧。它这个三明治啊。面包皮烤得非常的脆，然后呢，里面的这个 cheese 加上那个蘑菇的香味，然后它有一点淡淡的那个洋葱的甜味啊，我超级推的，我觉得这个三明治非常的好吃。cheese 味道很浓，然后那个蘑菇还有先炒过，所以
很香很好吃，然后那个吐司烤得很脆，整个很完美，很好吃，超好吃的。吃完咸的之后，我们接下来要来吃甜点。然后我们今天点的甜点呢是这个法式吐司佐水果还有枫糖奶油。那我们接下来就先来上枫糖酱吧，直接给它加下去。啊！罪恶，罪恶的地狱，深渊。试试看看吧。它这个法式吐司啊，首先就是你可以吃到，当然就是那个蛋液的一点甜甜的香味，然后再来呢，它的这个不知道是什么蔓越莓啊，还是什么莓类，这个酸酸的清爽的味道，然后可以把这个法式吐司的比较甜的味道有点解腻。另外我觉得它还有一个蛮画龙点睛的地方，就是它上面有加一点点小小的那个麦片糊，所以可以吃到有一点脆脆的口感，然后还有那个麦片的香味。哎，吃饱喽！现在我们要继续前往广尾走走晃晃吧。刚早上还有点热啊，但是现在大概下午四点吧，天气变得超舒服的。我觉得蛮推荐大家大概十月份来东京的，气候非常的好。现在要去位在广尾，然后 Bob 非常推荐的 Arisugawa Coin 逛逛走走。你有应该没有来过这个公园吧？当然没有。好的，带你去晃晃喽。在地人才知道。没错， Go 走。东京还有一点我觉得做的也非常好的，就是他们的公园绿地数量啊，就是非常的多，然后不管走到哪里啊，大大小小的有名的地区，其实公园然后植皮都很多的。我大概花了五分钟，很快的逛完了公园，然后现在要再去广尾的一个商店街晃晃。这一条就是从广尾的那个地铁站一出来就可以看到这条商店街哦，带大家去看看有什么好玩的店吧。这家饺子店啊，是我跟爸爸很常来吃的，超级推荐。他的饺子很多样化，而且超好吃的。老虎饺子轩，这家是卖肉的，但是他设计的非常的现代感。Nice to meet you。这一家很有名啊，他是那个 IG 网红双起云店。吃一口给大家看，奶味很浓，真的很奶，还不错。我们在这家店待了蛮久的，聊了一下天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出发去涩谷。来到了史上人最多、永远都最多的涩谷十字路口。这次不是假的，是真的。耶！我们来吃在涩谷的回转寿司火美登利，等了超久。欢迎可以点餐喽！你有吃过这一家美登利吗？没有，没吃过回转的。这家超好吃的。可是那个转台上面都没有寿司。对，因为其实回转寿司要点的。对。没有人在拿的回转寿司。要按您送的他哦。
炙烧的干贝。哦，好好吃哦。那干贝油脂烤的有点香香的，然后很软，入口即化，好爽。再吃这个超肥的 Otoro， 超大一片。很肥，肉很嫩，爽。完食。因为我们吃饱要去哪呢？我们要回家睡觉。回家也不会睡觉，回家看 Taylor's House。回家看打 Switch。好，玩塞尔达喽。刚本来说好要回家的，结果呢，经过唐吉诃德，不小心就逛了，应该已经半小时了吧，持续的逛街中。请问女友现在几点？10:11。那这里是不是充满各国，还有包含日本的人？超多大陆人、香港人、韩国人，大家逛翻了。女友不小心就买了一袋东西啦。耶、yeah, ，我们来到了维恩的住处米诺瓦喽。以上就是今天的有点耍废又不会太废的东京行程啦。啊，明天见喽。